我今日讲你啦。好，第二位来看，来介绍鸡卵糕。米粉啊，豆奶，这油啊，这两千啊。五里泡打粉。成了。两千啊。我敢成了。小鸟。哦，今麦要来雕米粉，来雕豆奶，无了嘿，加五女泡打粉，嗯，我个是，我个是。用酱，大声，看个伊烧食。老好啊啦，阿公要得落来吃啦。这个要出上烘焙纸哦。蛋糕放进去。太阳在看嘛。安尼敢袂有迄水气走落去？吹半点钟就好啊。当鸡卵糕去了，半点钟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我背烘起来。这是富贵鸡卵糕了。你阿妹来，富贵鸡卵糕，富贵鸡卵糕，豆奶口味的。甜甜哦，嗯，豆奶面足香诶，好食，甜我还想两份。这吃起来没有像花桂那么干，很像蛋糕跟花桂的综合版。小小口吃哦，阿弟阿妹，祝我欢喜大食啦！